祖国的花朵，最帅的芒果。大家好，我是帅芒果。最近导演就叫我打排位，老是被坑，跑来群里跟我们说，哎，我以后再也不救人了，救了人也是四分，还害自己掉分，这个游戏一点乐趣都没有。哎，听起来老惨了。那么今天我决定，我也不救人了。不管队友骂我怂还是骂我菜，我就是想苟到最后。毕竟排位这东西嘛，加不加分还好说，最重要的就是别让自己掉分。所以吧，一听到新的声，马上开溜，保命要紧，保命要紧啊！我轻轻的来，正如我轻轻的走，不带走一丝云彩呀。可能有小伙伴就会说了，哎，你怎么这么怂啊？以前你不是这样的芒果。哎，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嘛，看我怎么赢下这场才是重点呀。那么现在极限时被揍了，这个小伙计啊，只能怪你运气太差了。刚才我在那里没事，你在那里就被锤，而且还直接被击倒了。看来这个杰克还是有点想法的，先把极限时给抓了，那么空军就修不动机子了。前方本来修机也慢，所以修机这个重任，哎，就落在我身上了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我不能去救人了，对吧？既然老天都这么安排了，那么我就只好去修机了。小杰克别打我啊，我只是个路过的。哎，前锋开始救人了，但是结实能跑掉吗？好吧，又跪了。哎，你们继续啊，我不参与了，我只是想做一个安静的修机美男子呀。这时候杰克终于把机械师给绑起来了，前锋就在一边，看他要怎么救。他可能想卡这个血量，卡到一半的时候再救。但是这时候杰克走远了，前锋看到机会了，立马翻板过去救人。杰克回来了，前锋一个闪避走位，偏雷刀再救人，完美。杰克又打空雷刀，照这个样子来看，机械师应该能跑掉了吧？如果这都没跑掉，那就证明，我操，这，你还真的没跑掉呀！不过幸好他有搏命挣扎，还能坚持个十来秒。说好了，我是不救人的，我只想做一个苟且偷生的人。好，看一看机械师倒在哪里，倒在了这个教堂的中间。哎呦，这就尴尬了，小伙计，你倒在了这么明显的地方，这不是叫杰克去抓你吗？我的天哪！看吧，机械师很快就被这个杰克找到了，这下尴尬了吧？但是也与我无关了，现在还剩三台机呢，我得赶紧把这个修好。现在前锋负责救人，空军和我负责修机，这波分工合作还是比较好的。现在就希望机械师能坚持久一点，别那么快飞了。好吧，机械师还是跪了，但是杰克没有绑他。哇，杰克怎么回事？他是要过来我这边吗？哇，我的天哪，他居然来抓我了。喂，兄弟，你这是什么想法呀？煮熟的鸭子你不吃，就想来吃我这只水果了？不管了，来追我也好，那么前锋就可以去把这个机械师给摸起来了。哇，前锋你在干嘛呀？你怎么在修机呀？我的天哪，赶紧救人去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他肯定是没有球了，没球的男人就失去了战斗力。哎，兄弟，我懂你的，不要伤心。哎，你怎么又跑了？难道说是想证明没有球的男人也很强？哎呀，兄弟，我看好你啊，那你放心去吧，这里就交给我了。好的，就剩下最后一台机了，机械师还剩一点血量，那么空军正在修最后一台机，如果现在能卡个大心脏，那么这把就稳了。哎，前锋开始动手了，前锋扛雷刀救下机械师，但是机子还有一点点没修好，坚持住呀，兄弟们，就差一点点了，就差一点点了。好，直接修好机子，来个大心脏，我去开门了，兄弟们得坚持住呀。现在也不知道杰克跑哪去了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虽然开这边大门很危险，但是这么艰巨的任务，除了我还有谁能肩负这个重任呢？所以还是我来吧。我擦，糟了，机械师居然又被捉了，而且还倒在离大门这么近的地方，他上椅子应该就要飞了，他飞了之后杰克肯定会先过来这边大门。大门啊，你赶紧开呀，没时间了。完了，我已经感觉到杰克过来了，就差一点点了，就差一点点。哎，我闪，哇，还想用误认打我，幸好我反应快。咦，他也犯错吗？可以，那我回来把大门打开，这下不慌了。直接半个分身挡住他，然后进门开溜喽。哇塞，我溜个锤子，我居然把自己给拦住了。哇哈哈，赶紧跑呀，现在杰克有一道斩，他肯定会守门的。算了，这边大门我不进了，我去另外一边门。怎么说，整一局下来我都没怎么溜监管，这个杰克肯定觉得我好欺负了。那么你就错了，兄弟，我现在就证明给你看，开了大门我不进，我就要进另外一边门，就是这么嚣张。好了，进门了，终于逃出来了，吓死宝宝了。赢的感觉真好呀。